今天读到了一篇文章，觉得写得很有道理，分享给大家。如果我们看好中国的国运，那就可以投资，如果不看好，那就不叨叨，远离投资。若一项投资让你茶饭不思，坐立难安，那么这项投资一定不适合你。投资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，不要让投资成为生活的负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